这里是中国电视总台央视综艺频道为您特别奉献的我的艺术清单。双奥制服设计师贺阳，延庆赛区总设计师李清刚，中国滑雪之父单兆健做客节目。传统与现代，创与自然，拼搏与骄傲。我的艺术清单，北京冬奥会主题策划，与艺术同行的冬之旅，敬请关注。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总设计师李兴刚带来了他的艺术清单。我记得当时热泪盈眶的那个感觉。是什么作品满足了他对未来空间的所有想象？把艺术和科学密切融合起来。又是什么歌曲让他的心灵产生强烈共鸣？这首歌特别的好听。千里江山图融入冰天雪地，他如何让自然与建筑交相辉映？这是我的一个难题。双奥设计师李兴刚的艺术分享马上呈现。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节目，我是朱迅。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啊，叫做《燃烧的雪花》，是北京冬奥会的志愿者之歌。今天做客现场的这位嘉宾就是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的总设计师，同时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鸟巢的中方设计主持人。他在建筑界有一个爱称，被称之为是建筑男神。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双奥设计师李兴刚，有请。欢迎您。好，谢谢。终于见到您了。李兴刚，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从巍峨矗立的北京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到崇山峻岭间的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和雪车雪橇场馆，他亲历了北京这座双奥之城奥运场馆的诞生与成长。无论是国家级的建筑工程，还是普通市民的日常居所，李兴刚致力于让人工与自然之间互成的古老智慧在当代建筑设计中得以延续。他的两个奥运作品更是镌刻下不同的时代印记。我一直很崇敬建筑师，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的作品是可以和时间抗衡的，是可以留在时间长河当中的。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艺术作品让您成就了自己内心的这种外化的展现，好吗？我们先来看一下李兴刚艺术清单当中的第一个作品。
千里江山图，我们知道宋代的天才画家王希孟18岁的时候就画出了千里江山图，您把它列入到您的艺术清单当中，为何？大家知道呢，就是这个中国古人的造园呢，它实际上是诗法自然的啊，就是它把大自然里的这个山水来进行模拟啊，而造的这个园林。同时呢，这个中国的造园呢，受到中国的山水画的巨大这个巨大的影响，巨大的影响。所以很多的这个假山的这种这个建造哈，它是参考山水画里的那个山势哈，对啊，来去造。对，千里江山图它跟别的山水画不一样的地方呢，可以说每一个局部都可以构成一个空间，对，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画面，就是山水空间的一种集成。就像我们说到的这个欣赏山水画的那种三远的境界啊，它里面既有平远深远高远都有，所以这个在这幅画里面呢可以感受到很多的东西。你会用它带给你的这些灵感，甚至是它的某一个细节的元素用到你的设计里吗？所以后来我们在对我们有机会做一个这个项目，就是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就是这个模型里面所看到的，它是一个原来的老房子改造的。作为大使馆嘛，使馆建筑你要表达这个中国和他所在的这个国家之间的这种文化的一种交流，所以呢我们就用了这个西班牙的这个马赛克的镶嵌技术，在这个室内的楼梯间空间里面呢造了一幅这个千里江山图。用马赛克吗？用马赛克啊，马赛克是西班牙的很独特的一种建造的技术，石材小石子碎拼成啊不同的画面。我们用了5个这个灰度的这个石子啊，大理石的白的石子来镶嵌的这种做法，营造这幅这个千里江山图。这个是一个放大的模型，千里江山图是从进楼梯开始，然后走过来，然后一直延伸上去，这个横断面。对，那当然这个千里江山图我们只能选取它的局部，那选取的局部呢选择了3个典型的局部。就是随着人在空间中的行进，它的视野不一样，来选取它的不同的局部。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在主入口进入的地方呢，就是一种这个平远的画面，因为它的视野是相对比较开阔的啊。然后呢在逐渐进入的时候呢，就是一种深远的一种场景，就选择千里江山图的深远的这样的一个局部。然后最后到这个楼梯间内部的时候呢，我们选择的是一种高远的境界。高远呢就是强调人从山下看山上，是一种雄伟壮观然后陡峭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呢就把这个高远的这部分的局部呢放在这个主楼梯的这个内部。所以你看这里面的每一个小方块呢，就是一块石子，也是把西班牙的建造文化跟中国的山水文化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创作。太有巧思了。而且刚才我们又聊到盛景，我们心里有一个问号，就是盛景几何。这个几何可以是理科当中的几何啊，也可以说是我们文学当中的曾几何时。是，这是一个双关语。盛景几何这个理念用到我们的延庆赛区，它就转化成了一个我们的这个赛区的设计理念，叫做山林场馆生态冬奥。就是强调场馆不是一个高大上的凸显的场馆，它必须是在山林环境掩映下的。同时呢要强调这个冬奥会的它的生态性，强调这个我们叫做体育和生态共生的这样的一种设计。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一幅草图来展开你心中的山林场馆。对，是从这幅草图开始的。
这是2017年年初我们在正式领受这个延庆赛区的设计任务之初，然后我踏勘了整个的场地，这个场地是非常大的，还有几平方公里，上下的落差有1400米左右，用脚步走过一遍之后，然后我画了这幅草图，把延庆赛区它的从山下的这个雪车学校中心、冬奥村、高山滑雪中心，那些配套设施、雪道，甚至包括整个的缆车系统，全部组织在一个画面里面。今天新刚带了两个模型，现在冬奥我们的延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也给大家解读一下好不好？这个就是我们草图里面左下角，现在有点看不清楚啊，有点像曲曲弯弯的。左下角。我们叫现在叫雪游龙，国家雪车学校中心，这是一个，长度有1.5公里长的一个建筑，然后呢，它的落差是达到120多米，这个里面呢，就是它进行的体育运动项目呢，叫雪车。钢架雪车和雪橇，这雪车雪橇这样的体育运动可能以前是我们中国运动员或者是我们中国人并不是那么熟悉的一个项目，完全不熟悉这个开创性的工作。而且我们不光是从无到有，而且我们还达到了世界领先。因为这个世界领先呢，不是我们自己说的，而是这个国际的单项体育组织他们进行严格的国际认证，他们认为这个延庆的国家雪车学校中心是世界上最好的雪车学校中心。它对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一方面呢，它这个场馆本身是设计非常有难度的，就是我们又是从无到有的，所以有很多技术上的挑战。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因为这个建筑呢，它是依托它的赛道来形成的。那么怎么我能够在这样的安静的山林环境里面，把这样一个天然张扬的一个建筑让它消隐呢？这是我的一个难题。怎么消隐？整个这个建筑的屋顶上面呢，我们铺了大量的用木瓦片做的瓦片，木材这个材料呢，它就跟山林环境天然是非常的匹配的。而且这个木瓦片呢，它随着时间的流逝，风吹日晒，它会产生很多的变化。另外呢，就是我们结合这个屋顶的结构的配重，设计了一个屋顶步道，我们就把这个雪车学校中心呢，就变成了一个山中的一个长长的步道游廊那这个赛道呢，就藏在了游廊的下面，就好像是我们没有在，建造一个雪车学校的场馆，而是为这个海托山呢，放置了一个世界上可能最长的一个弯弯曲曲的一个步道游廊，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场馆就被藏起来了，藏在这些步道的游廊的下面，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让它消隐。我们看看这个，这是您设计的，这是高山滑雪中心高山滑雪，它这个范围非常的大，对，这个它的落差有从上到下呢有1000多米，它包括高山速降的赛道，还有回转大回转的赛道要求非常严格最高的速度可以达到150公里每小时，所以非常动感的一种运动。这个场馆我们怎么也让它消隐呢？消隐掉。以往的这种配套设施的建造呢，都是在山里面填土造地然后盖房子，但是在延庆呢，我们就没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而是用一层层的架空平台的方式，来营造这种人工的立体的土地，所以就上万平米的这种媒体的停车场，各种人员的这种停车都是在这些架空的平台上的。这样的话呢，它不需要破坏山体，可以让那个原来的山体环境呢保持它最大的原生的状态。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才有多少真情，笔下涂上才可以有多少乾坤。是，就好像我们这个千里江山一幅长卷是从历史走到今天再走向未来，我就期望我们今天在延庆赛区所做的这幅山水草图呢，也能够很好的镶嵌进这幅千里江山图里面，成为它一个美好的一个片段。
他构造了一种世界，把艺术和科学密切融合起来的一种创作。实际上没有一个城市是这样的，是我虚构的一个城市营造的这样的一个园林呢，才是最生动的最高级的园林。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新刚艺术清单当中的下一个作品，一起来看。科幻小说《三体》啊，为什么会把它列入您的艺术清单？大概应该是也是十几年前我第一次读到这个《三体》，是刚出版的时候。对，刚出版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喜欢。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科幻小说，我不是喜欢文学嘛。像那个时候的这个 关于这个 UFO 啊，这个星际旅行啊，飞碟啊等等，这些科幻小说我都读过，很喜欢。三体这个小说里面呢，它是一种硬科幻。所谓的硬科幻呢，就是它不是那种魔幻故事，它不是凭空虚造的，不是那个骑着扫帚就飞上天的那种哈利波特那个我不是太喜欢的。我喜欢的这种硬科幻呢，就是它是这个所有的作者想象的这些未来的场景啊，人类的生活的场景，是基于非常严密的物理原理的啊，科学原理，天体啊，包括对宇宙的想象。这个也跟我现在，我们在建筑设计里面我的，一些认知和思考啊，甚至一些主张是有关系的。就是说要用硬核的技术啊，作为建筑创作的基石，把艺术和科学，密切融合起来的一种创作。所以呢。刘慈欣的这个三体也不仅是光是三体，他的科幻小说都有这样的一个特征，他是把硬核的物理原理啊跟科幻的想象啊高度结合的一个成果。所以我很喜欢。就是每个人感受这个一个作品的方式不一样，有的人是通过文字像您一样，有的人去听广播剧，我就是听广播剧。我既看了文字，这本书是我儿子推荐给我看，说妈你必须看，你必须看。是，它就被不同年龄人所喜爱，因为每个人在阅读的时候脑子里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那个星际，那个三体的空间。是，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星辰浩瀚的夜空，到处是互相猜疑的文明，看几块时间的残影，见证生命辉煌的曾经，穷遥远辽阔染透血色，山峰留下冷漠忘掉绿色，信号孤独穿梭反射，为生唤醒千万条银河，
切归零，一切再重来。刘慈欣曾经说过哈，就说当时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科幻小说涌入中国的时候，他如饥似渴的去读，就是他突然就觉得自己烦躁而又琐碎的生活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您是特别喜欢读书，有读书有什么特殊的习惯吗？我大概有几十年的看小说的这个历史，但这个就是常年的小说月报和小说选刊的这个订阅者，就是我很喜欢小说里面他构造了一种世界，这些虚构的世界里面呢，我都能够看到这些不同人的不同时代的这些活生生的生活的场景，这我很感兴趣，我很喜欢。我觉得这个新刚他的文学品味很好，为什么这么说？这个他还有一部书，王安忆的作品。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看看李新刚同志做出的功课，我突然觉得我像当年的语文老师给学生布置作业一样。他竟然写了个书评，而且这么认真的去写一个书评，读后感，这是一个读后感。对，这篇小说呢，它也并不是完全跟建筑没有关系的，因为它这个里面它有一个造园的故事。对，它的这个天香，叫做天香园啊，它是一个30万字的长篇小说。我觉得呢，它最核心的是，它描绘了一个在上海这个地方，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家族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这些故事所依托的场景呢，就是这个天香园。是，也就是说，我们心目里面，我们这个专业人士里面哈，我们所想象的这种造园的这种艺术哈，在这个天香园这个故事里面呢，它是一种日常生活的一种自然的一种营造，一种积累啊，并不是刻意的哈，一种空间的设定啊，包括里面的比如说墨场、桃林，这些物质化的东西呢，又构成了特别的景观，而这个营造的这样的一个园林呢，才是最生动的最高级的园林，这是我在这部小说里面所获得的一种感悟。所以你也提出了叫盛景城市这样的一个方案和理念，我们一起来看一张草图吧。所谓的盛景城市呢，是我虚构的一个城市，就是你看这个城市里它有西北方，有山体，有山脉，然后呢中间有旧城啊，有古城，有郊区小镇，然后城市中间还有河流，河流的流向东边的大海，大海里面还有海岛。实际上没有一个城市是这样的，它是把我们工作里面所面对的那些所有的自然的环境，所有的城市的不同的这种状态描绘到组合到一张图里面。我希望就是表达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我们建筑师设计的城市里面的建筑一定要跟它所在的自然的环境的条件相契合，那么它所在的这个自然环境呢，也才因为这个建筑而增色添彩。人和自然应该是这样一种和谐共生互成的这样的一种关系。风花雪月自古依然，祖先的青春刻在竹板上，我们是做了我们这个时代该做的事情。如果建筑是文明的一部分代表的话呢，故宫呢应该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一个杰出代表。接下来我们一起看新刚艺术清单当中的第三个作品是什么。这个《将进酒》跟李白的《将进酒》没有什么关系，是罗大佑自己创作的《将进酒》一首歌。歌曲《将进酒》和李白诗作同名，出自罗大佑1982年推出的首张专辑《知乎者也》。
而大家耳熟能详的《童年》《光阴的故事》《恋曲1980》等经典曲目也都收录于此。您为什么喜欢他？罗大佑他的这个歌，最主要是他的歌词写得非常好，这个歌词也可以说是一首诗，我觉得。嗯。他描绘了一种，就是人到中年哈，他回顾自己的人生啊，从少年、青年到中年，然后在一种历史和国家的语境中的那样的一种感慨。嗯。我觉得特别的有共鸣。但是有些人会觉得罗大佑的歌它的旋律比较简单，嗯，但是你细品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不然，它是一唱三叹，嗯，跟诗经当中的唱法是很接近的，它的音律是就是很有格律的，嗯，而它的唱词是像散文状的。刚才说到的是一个他对自己的这个人生经历的一种三个阶段的一个感慨，但他对三个阶段的这个感慨的描述特别的有画面感。嗯嗯。摊开地图，飞出了一条龙，故园回首明月中，风花雪月自古依然，祖先的青春刻在竹板上。您是看到了这三个阶段与您的心灵相通吗？还是看到了自己？我觉得是心理相通的，就是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跟他的这个歌词的呼应之处。嗯，因为他写出了一种普遍性的一种人在生命中的某一个时刻的那种思绪啊和那种感慨。少年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啊？青年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到今天中年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现在就觉得这首歌特别的好听，因为年轻的时候也听到过，因为我们小时候很迷罗大佑，这些歌早就都知道，但是呢，直到现在才觉得这个歌比那个《恋曲1990》好像更深刻。他的歌声也是这个年龄段的一个共鸣。嗯，那早上你听什么歌？我儿子喜欢弹的一首钢琴曲，克罗地亚狂想曲。嗯，克罗地亚狂想曲。你孩子多大了？他24岁，今年在清华大学读书，现在是研一。研一。嗯，研一读什么系？建筑系。他就是辅修作曲，辅修音乐。有一年的父亲节啊，他把这个克罗地亚狂想曲弹给我听，然后我觉得特别的喜欢。罗大佑的《将进酒》最后是"有朝有酒今宵有酒今宵醉"，第二天清晨可以听这个克罗地亚狂想曲。就当初他去辅修音乐是你们建议他的还是他自己的兴趣？因为学建筑本身就会很忙，很累，有设计的作业啊，就本身就是很要熬夜啊什么，每次都要完成。但同时他又是这个在清华大学的军乐团啊做乐手啊，他后来又学的圆号，也是要有作业的，要写曲子，写交响曲。所以这个完全不是，如果不是爱好的话是应付不完的。您认为您的门类跟文学跟艺术有什么样的关联？就文学音乐有什么最直接的关联？可能就还是一种修养，一种熏陶吧。嗯，会有一种某种层次上的一种共通性。嗯，所以当我们对音乐也好文学也好，它的那种创作之美，你有更多的领会和理解，它会自然的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作，可能也会有一些启发。那说到您的创作，但是我们绕不开鸟巢。2008年，作为国家体育场的鸟巢，见证了一场无与伦比的奥运盛会。2022年，他还将继续承办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
成为全球第一个双奥体育场。2003年，34岁的李兴刚担任鸟巢工程中方总设计师。对于从天津大学建筑系毕业的他而言，这是一个梦想开始的地方。我觉得刚才其实我们提到，其他门类的艺术的创作跟建筑的关系，我是觉得一方面我们有他们之间是有关联性的，但是呢，他们之间又有非常大的差异性。那对于建筑来讲呢，它就是有很强烈的物质性，它必须是一种这个有体量的，有重力感的，然后有材料感的那样的一种物质性的一种建造的成果，所以这就是建筑。如果说到鸟巢，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讲呢，我的工作呢就是去实现它的这个物质性。就是在鸟巢，我的最主要的角色是，把这样一个概念性的方案，一种对建筑的这个人类的新一代体育场的这种想象，把它落地实施。我们是做了我们这个时代做的该做的事情，我觉得会是很欣慰的。谢谢。来吧，我们还是欣赏一段非常优美的《克罗地亚狂想曲》，有请我们的齐宁演奏家，来，有请。谢谢。好的，我们一起来分享艺术清单当中的最后一个作品，一起来看。紫禁城，我们都知道紫禁城已经600多岁了，是明清朝代的皇家宫殿。兴刚是多大来的北京？我是大学2年级的时候，应该是我第一次参观故宫，或者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叫的这个紫禁城，
是从这个故宫后面的景山的山顶啊开始，一路爬上景山，然后慢慢的看到整个的金碧辉煌的这个紫禁城啊，豁然出现在眼前。我记得当时就是热泪盈眶的那个感觉，是一种非常非常直接的一种心灵的一种碰撞啊。我当时觉得这样的一种可以让我这么一个建筑小白能够产生这么直接的这样的一种感动呢，它一定有设计的奥妙在里面。那么这个奥妙呢，是我们的传统的营造智慧里面所具有的啊。我希望去探寻它，所以这个才开始了我现代的这样的一种建筑师的这个道路。他是画了一个这样的草图，但是他配了一段文字，你读还是我读？我读可以。距离1990年夏天第一次爬上景山，见到这个场景，时间已过去近30年，内心的感触与叹息依然新鲜如昨。当年由此起点出发，我仿佛已历经千山万水，归来仍如少年，而所有的一切沧桑，一切思考，尽在其中，尽在眼前。北京和故宫是我的起点，也是我的不断回归之点。当初的热泪盈眶，到今天经历千山万水之后，后来又站在同样的一个地方去看过这样的景色吗？多次去看，每一次都会回想起最开始看到的那样的一个瞬间的自己的感动和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初心。然后每一次呢又有一些新的一些发现或是感悟。你在最后一句说也是我不断回归之点，这个是作何解读呢？紫禁城故宫是我们中国的独特的营城之法的成果，虽然感觉像是重复啊的建筑形式，但同时又有千变万化的这样的一种屋宇啊，这样形成的这样的一种气象和意境。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不断思考的这些内容。很多年之后呢，那这些感悟呢就慢慢的他们会融会贯通起来，变成我自己来从事建筑创作或建筑设计里面的一些思想啊，或者一些方向。那这样的一些思想和方向呢，在工作中呢有的时候还需要再不断的回望这个初心啊，去比照一下。所以这就是我说到的不断的回归之点。初心非常的重要，因为它非常的单纯直接，而且最有力量。今天我们现场啊，有一位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同学，是不是？我不知道现在我们这一批学生当中是怎么看紫禁城这个建筑，在你的专业领域又如何解读和诠释它？一开始都会就是对古建筑，然后有一门课程，然后它会从古至今，包括各种大的木作，包括小的木作等等，我们都会有所学习。说实话，第一次去感触没有那么深，但我当我第二次去的时候，那次正好下了一点小雪，然后就感觉整个故宫就安静下来了。然后它带有的那种强烈的那种就是屋顶的形式，它的那些非常精美的那些建筑装饰，然后包括它非常就是各层各样的院落，当它整个安静下来之后，我就觉得我突然意识到它的这样一个美丽的所在，对，就完全是另外一种体验。如果建筑是这个文明的一部分代表的话呢，故宫呢应该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一个杰出代表，就是它代表的是一种文明的一种气派啊，国家的一种意象，所以人类的这些艺术作品其实都是某一种文化的结晶。这样的一种真正的这个有价值的传统呢，它是那个时代的当代，对，它就是当时的当代。所以我一直觉得现在的创作者需要打上这个时代的烙印，比如说奥运会的鸟巢和现在冬奥会您的设计，我看到您用不同的词汇去形容它。您说奥运会鸟巢的设计是
宏大而彰显的。对，而冬奥会的定位是？是低调而消隐的。低调而消隐。我特别想听听您的解读。确实，从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到今天的北京冬奥会，已经14年了。在2008年那个时代呢，实际上是，我们中国啊，要通过举办第一次奥运会，来表达中国的它的，自信啊，它的强大，它向世界开放的这样的一种胸怀。所以呢，我们要通过以鸟巢为代表的这些奥运建筑来向世界传达这样一个声音，所以它是宏大而彰显的，它要造就一届这个无与伦比的啊这样的一届奥运会。那么到了今天，2022年冬奥会这个时代呢，我们实际上是要强调可持续发展，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强调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它用另外的一种方式。用低调而谦逊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我们中国的新的这样的一种自信，所以这就是一种时代的不同，造就我们的设计理念的不同，也造就了场馆本身的它的状态。低调而消隐，消隐这个词用得好妙啊，我们年轻人也活跃一下好不好？成语你来比划我来猜。要做游戏是吧？在大屏上将会出现跟建筑有关的各类词，金刚会去描述它，然后我们就抢答。其实也是希望能听到您对各种建筑的一种阐述，好吗？来，第一个词，请出题。这个一般来形容古建筑它的这个装饰。古色古香。不对，雕梁画栋。对的，棒，得一分哦！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是有奖励的，得分最高的人，我现场让新歌老师签上字。不许站在那儿，不许站在那儿，走开，签上字送给你们。对，建筑系的学生要跟你抢的。来，第二题，请出题。这个不是室内空间。应该是一种室外的建筑群，比如说像布达拉宫那样的一种高大辉煌。哎，两个字儿对了，后面两个字儿对了。对，金碧辉煌。这能算我0.5啊？这能算0.5啊？太欺负人了，你太欺负电影学院了，真的。那小伙子电影学院的是吧？我没记错吧？电影学院。可能还得跟建筑学建筑不学建筑还有点关系，因为布达拉宫它有金色的装饰。专业啊，专业，我们还得再学习。加油！来，接下来一题，请出题。这个形容这个民居的屋顶啊，一层一层的民居的屋顶，四个字。鳞次栉比。哎，聪明啊！这我还觉得有一点难度。来，下一题，请出题。建筑的一种类型，但是它是一个不可实现的，哎，一种建筑类型。哎，谁拍谁了？谁手拍？你来吧，你来吧，不简单，不对啊，空中阁楼，空中楼阁，楼阁，对，空中楼阁，对，空中。这个我觉得跟电影还是有点关系，希望你能答出来哈。这个是形容一种空间的体验哈。一个人经过非常幽暗的一个环境，然后呢，突然豁然开朗啊，来到别有洞天，是不是？对，哇，这个方向画很多次，这个方向又画很多次，纵横交错，聪明啊。这个呢是形容这个以前的这个封建皇帝哈，不顾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情况啊，然后呢，建造大量的城市宫殿，大动土木，大兴土木，大兴土木，对不起。这个是形容呢，经过很多年的这个时间之后哈，建筑呢它进行断壁残垣，猜一个词，断。应该是断瓦残垣。这四个字呢是紫禁城，就是最大的这个四个字。比如说我们说
正大光明。不，你应该跟他这么说，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那个是什么？深宅大院，聪明。哇，你对电影学院的学生的表达方式和对建筑系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谁得分最高？那谁得分最高呢？我觉得别算分了，要不我们就干脆成人之美。老师签个字吧。哇，好。哇，好嘞，好。那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李新刚艺术清单当中的各个作品。最后，请允许我邀请您签上您的大名。李新刚，我的艺术清单。奥运健儿们加油，一张清单一个世界，分享艺术，描绘生活。我们下期再见，加油。我们这个千里江山哈，一幅长卷是从历史走到今天再走向未来，我就期望我们今天在延庆赛区所做的这幅山水草图呢，也能够很好的镶嵌进千里江山图里面。三体把艺术和科学密切融合起来的一种创作。将进酒最后是今宵又酒今宵醉，第二天清晨可以听这个克罗地亚狂想曲。当我们对音乐也好文学也好，你有更多的领会，自然的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作。紫禁城啊，能够产生这么直接的这样的一种感动呢，它一定有设计的奥妙在里面。我希望去探寻。